全身全能来赞美你，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，是你的器皿，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好朋友。主啊，求你来带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一起来欢呼，来歌颂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爱，哈利路亚！愿全地都欢呼，愿主所造的万物都齐齐分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美丽的诗歌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你，让这些进入他的门，让赞美进入他的殿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
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要更多的活在你里面，主啊，活在你里面就有盼望，活在你里面就有喜乐，主啊，这个都刚强，主啊，我们更多要需要有你，就像葡萄树，像枝子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阿爸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的心与你紧紧连接在一起，哈利路亚，爱伟大。眼前的他，眼前的他，你从宝座向我伸出手，赐盼望给我。你是道路，无人能代替。你是道路。在我们的生命里要生发出来，
到殿里来赐福于我们，大大来吸引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在行走你的道路上，哦，真的是扎实，哦，天地。我们就是要一生来敬畏你，我们就要一生来爱你。主啊，你在前头给我们引导道路，让我们主啊努力，让我们忘掉背后，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。主啊，你爱我们这一群，你永不丢弃我们。主啊，你用手紧紧的牵拉着我们，让我们一生来敬畏你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敬畏，只有赞美你，我们别无他求。因为你是真神活神，因为你必在这里行奇事行心事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平安，你就是真理道路生命。主啊，不借着我们的救赎主，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头去。主啊，你把这么又大又美的事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，我们只是跟随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呼喊你的名，来赞美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愿你在这里得着荣耀，在我们生命中得着荣耀。主啊，我们不求别的，我们只求主啊，我们不要离弃你，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你。主啊，抓着你不放，你也抓着我们不放。主啊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愿你来复兴这地，主啊，愿你来大大的祝福这地。主啊，这地是你所拣选的，是你所要复兴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，愿你活水，活圣灵的活水在这里涌流，浇灌到每一个角落。主啊，谢你生命充满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因着主得荣耀，因着主我们有平安，因着主我们大得喜乐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要歌颂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被耶和华所拣为产业的那人是有福的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不断，我们不断的敬拜你，不断的主啊来遮盖我们，让我们主啊在你面前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人若不常在，你说人若不常在你里头的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主啊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只有主啊紧紧的在你里头抓着你的应许，主啊赞美你，跟随你，谦卑到你面前。哈利路亚，愿你用你的爱火在这里焚烧。只有你的爱是信实的，你的爱是主啊大公无私的，你的爱没有人能相比。主啊，我们人类的爱是转，是一瞬间的。
主啊，你的爱是永不窒息的爱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藏在你里头，藏在你池子里头，主啊，吸收你的养分，吸收你的供应，主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，我们在你里头，我们就黑暗就站立不住，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不断的带领我们前走的脚步，来坚定这个晨祷，让每个人抓在晨祷里得着你的话语，得着你的启示，得着你的保障。主，谢谢我们的神，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你的话也不落空，你的话永远让我们有盼望有指望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带领我们前的道路，祝福我们，转愿转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了我们，你还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主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祝我们把一切，把我们的教会，把我们的每一个人，把我们的牧师生，把病都交在你的面前，愿你不断的主啊，来不断的带领，不断的更新改变，不断的来复兴你的事工，样样的事工主啊被你兴起，来为你发光。祝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别无他求，自愿寻求你的面，自愿从你那里得着能力，得着平安，得着信心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引导，被你制作，被你改变，被你更新。主啊，你说若有在基督里的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在这里得着果子，得着荣耀。我愿每一个人主啊来谦卑的顺服你旨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彰显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教会需要你，我们的牧师师母需要你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，世界每一个人也都需要你。主，有时候在这惶惶不安的世界里头，我们有时候主，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怎样去祷告，怎样去行，但是神，你必带领我们前的道路，必照亮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必把祷告的主啊话语来坚固我们，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主啊在你面前能守住我们不断的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主啊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一切事，但是你知道一切。愿你主啊来施怜悯，主啊来释放你的怜悯在世界里头，让更多的人主啊来认识你，不再犯罪得罪你，主啊来认识你的真理道路生命，来认识你被你得着。主啊，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但是主，我们也要为世界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不断像活水一样的在我们生命中涌流，我们时时刻来仰望你的话语，来记住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免得得罪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的宝血不断的抓在信的人身上生命中有大有功效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愿你来祝福，来保守你的话语，来纪念你自己的话语，每个世界各地每个这样的抓信靠你的这样多的儿女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看到你在你所认为的义人当中，主啊，愿你来抓来纪念，来实行你的拯救，来保守，来祝福，来医治，来怜悯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在此最后我们要祝福主啊，你说让我们要祝福以色列，主啊，祝福耶路撒冷，主啊，愿那里平安，愿那里都平安，愿四境的人不要再欺负，不要再抓征战，不要征战，不要抓来攻击这个以色列，它是神所拣选的地方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的城中平安，愿你的宫内兴旺。主啊，祝福以色列的人也必然兴旺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人，主啊，都因你得着平安，因你得着主啊来为你传福音的这个主啊责任。哈利路亚，愿你的福音传到地极，传到列邦列国，凡心靠你的人主啊从你那里大得喜乐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说传福音的人脚步何等的佳美，因为传福音是平安的，有神的同在，有圣灵的带领。主，谢谢你，让这些传福音的主啊在你那里尝得了果子，尝得了主啊福音的果子，愿撒到地下的种子，主啊撒到人心里的种子，撒到那田里的种子。
主啊，被站起来，哈利路亚！愿这世代被你兴起，年轻人被你兴起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主。孩子，以上来祈求、感恩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真的是要更多来仰望你，在你宝座前来支取能力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你是刚强的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以你的慈爱来覆庇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更多藏在你的荫下，哦，支取一切的能力和保护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来大大来光照我们每一位的心，哦，使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常常住在你里面，有你的话语的引导，有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每一天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世上，真的知道有苦难，但是我们明白在你里面是有真实的平安的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你，更多学习你的样式来。我们要柔和谦卑，学你的样式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真知道，我们越学你的样式，越柔和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是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这一切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所做的，我所行的，哦，就是与你紧紧的连接了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相信主你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看顾着我们。哦，你差派天君天使，哦，抚慰的天使都在我们的旁边来引导我们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，哦，有警觉。主，我们所做的，哦，是讨你所喜悦的，我们所做的是按照你的意思而行的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尊你的名为圣。哦，按照你圣经的教导，一切的律例典章法度，主啊，让我们也有你的眼光，也有你的宽度来看待每一样事情。哦，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脑筋来思想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哦，种种实践所发现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很完整、不完美的。因为主，你是完美的神，你是全能的神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一切，你知道我们的从头到尾结束，你都了解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问题解答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更多的方向我们自己的旨意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引导下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与你同步同行。哦，真的是要更多的建造主你的灵工在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用圣灵的宝贵是每一天来引导我们。哦，让我们也学习如何来跟从你的引导。哦，能够学习更多的顺服在你里面。谢谢主你来掌管一切。哦，一切都由你的掌管之下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此刻也谦卑下来，来为全国，不单只是中国，还有很多地区，亚洲，那些新加坡或者是别的国家我没有提名到的，主你都知道。主啊，求你的灵真的是吹辟他们。哦，让我们真的是自卑在你的面前，真的是要谦卑下来。哦，把我们旨意放下来，来祷告你。主啊，主啊，你愿意，因为你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你愿意万人得救。主啊，主啊，那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此刻向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来代求。主啊，主啊，他们灵魂需要被你得救，需要进入你的国度里，需要经历的永恒的国度里。主啊，恳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在此刻也一样的为他们呼求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的医治领导他们，因为你就是阿拉法，耶和华拉法，你是医治者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是供应我们一切的，你的应许是美好的。哦，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。主啊，恳求主你来吸引更多还不认识你的回到羊群当中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所遇到在生活当中，无论是工作你所遇到的人还不认识的，这个时候就是传福音大好的方向，大好的时间。主啊，主啊，让他们在看见这个殷勤如何的造的时候，主你的能力、你的平安、你的一切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就要向他们诉说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使我们有这个喜乐，有这个平安，能够继续的住在这个地上。但是我们不是要只是住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要更多思想主天上的事。哦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被你救赎以后，就是要活在里面，就是要更多住在主的天上，思念天上的事。主啊，让我们谦卑下来，更多的为你而做，为你而摆上。感
除。我这样子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箴言第三章第八节说：“这边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”是的，主啊。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股力量，就是来自神里面的力量。这股力量让我们被圣灵充满，不容许任何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攻击。我们因着灵里的祷告能胜过仇敌。神的话就是最高级的保健品，有神的话在里面滋润我们，灵里面必然慈乐，而慈乐才是真正的良药啊。总而言之，有智慧的人会委身于神，心中有神就会谦卑又慷慨，又能够忍受苦难，这样会带给我们恩宠、指引、健康和财富。况且我们不是顺服别的，乃是顺服天父。一切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怎样懂得如何为人，如何跟别人好好相处，否则也会帮到别人。一切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请你伸出大能的手，用你的怜悯来怜悯武汉肺炎病毒感染以致其他国家受影响的地方，求你快快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生命的就得到医治，心灵也得到释放。一切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请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口水得胜就会，请你做保守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、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、亲人和朋友。主啊，请你保守我们的地球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角落都要平安、平安、更平安。我们一切是与主同行啊！主啊，感谢赞美主，一切的荣耀得胜赞美归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。我们的神常常亲近我，常常亲近我们，常常我有依靠你，常常我依靠你。多谢赞美真神，多谢赞美真神，坦坦荡荡，帮助我们天天的事，帮助我们天天的自由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在那个面前天天有感恩，我在你面前天天感恩，天天赞美。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一心称赞，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你，我要荣耀你，感谢你，我感谢你。我完全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神，永远活着的神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，帮助每个孩子，全存归向你，完全归向你，完全依靠你，我天天依靠你，我天天依靠你，我仰望你，我天天仰望你，在那个面前祷告，在你面前祷告，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过去犯罪得罪你的。我一孩子两个男的有三个，常常圣洁，感谢爱像个巴夫，感谢我阿巴夫，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，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，是我一生的盼望，说一生的荣耀，感谢神，感谢你，实际上爱我们，帮助我们天天喜乐，天天感恩，天天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你是复活的主，帮助我们天天得胜。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，我活着靠你同在，依靠你我凡事都能，不要靠自己，靠神我凡事得胜。主啊，新鲜的话语，我完全相信你的话语，常常在你面前祷告，每一句话你都纪念我们，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天天依靠你到底，依靠你到底，就是有福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帮助我们教会，心中你荣耀，帮助牧师师母，天天祷告，
靠你同在，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感谢赞美你。每个孩子在你面前祷告，常常亲近你，亲近你就是得胜。亲近你每一件事，你同在，感谢赞美你。耶稣，你是基督，帮助我们。每天灵魂苏醒，灵魂苏醒跟随你，我的生命属于你，我生命靠你坚固，我家靠你，我家要彰显你荣耀，感谢赞美你，每个孩子的家荣耀你，在你面前就是要圣洁荣耀，感谢赞美你。你是复活的主，帮助我们。耶稣，你是基督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一切问题结束了，撒旦魔鬼退去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得胜了。感谢神，天天感恩，天天赞美。谢谢你的爱，永远不改变，帮助你，帮助美国总统，天天祷告。显出你的荣耀，要来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是有福的人。感谢神，我天天感恩，我天天赞美，我就是来跟随你，我要来歌颂赞美你，天天赞美，天天歌颂，显出你的荣耀，天天祷告，显出你的荣耀，在这个教会来荣耀你。在家人来荣耀你，阿门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在你圣洁的高高的宝座上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真的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，谢谢你，孩子每天都要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谢谢你的医治之恩，谢谢你的救赎之恩，谢谢你，你的作为真的是可畏的，我们一生都要敬畏你，敬拜你。谢谢你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空气、水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谢谢你，我们一定会跟随你的脚步，因为你就是生命、光、道路。谢谢你主，谢谢你的救赎。你是最好的医生，我的主，请你医治全地已感染的地方、病毒的地方。只要你出手医治，这疫情就止息了。因为你是所有。